哎呀，开水呀、啊！那你不也咽了吗？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对了，我交代你那事儿，记住没？你交给我的事儿，我啥时候忘过？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还能行不？求爱计划，那个计划这太简单了，这怎么个计划来着？不，你啥记性啊？你不号称过目不忘吗？我这在山里天天思考人生，用脑过度了。那你这三寸不烂之舌呢？这不刚才烫坏了吗？那我找你干啥来了？那你对我失望了呗？告辞，站，坐下，表哥。嗯，虽然那两样吧指不上了，你以前不是干推销的吗？我现在也没退休啊，而且这个推销我会干一辈子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再给你重说一遍啊。嗯，这个机器叫做谁是你的命中注定，虽然是假的骗人的，我希望你想方设法用推销的方式把它推销给我的心爱女人小米粒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你这事儿找我不正好吗？但是骗人的事儿我不能干，告辞。你欠我那500块钱可以过两天还，咱们就按原计划进行啊。来，那个我说的这些事儿你一定要记住了啊，可千万不能再忘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不就推销吗？忘不了，刚才逗你呢。那就行，谢谢啊。这事儿多简单，大恩不言谢。我是你表哥。对，完了完了。那个你刚才跟我说那些产品啥的都有瑕疵。不，先生您再看一下，我们公司的产品还有很多有毛病。哎、不、哎、我去王小倩，他谁呀、啊、干传销的。传销啊？不对，干推销的。小姐您好。嗯，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大哥把衣服还给我呗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啥都有，经济贸易有限公司，真挺帅。先生，我叫真挺帅。哎呀妈，这名儿起的真浮夸。那个，这位兄台，嗯，你刚才给我介绍那些产品吧，对我来说没有啥用，都是用给那些漂亮女孩的。那个，你请回吧。哟，那打扰了，告辞。回来。那个我用不上，你那个产品不是用给那些漂亮女孩的吗？她不漂亮吗？啊，这家的主人小米粒儿，就她，哎，漂亮啊。太漂亮了啊。漂亮我干啥呀？推销。推销太漂亮了。哎呀，这位女士，我跟你说，你太漂亮了啊！但是你如此完美的外观下呢，有那么一丝的瑕疵，在哪儿呢？哎，就在这儿，你这个头发的发梢啊，有一些分叉，但是不要怕，因为我们公司最近研制了一种护发素，是专门针对你这个发梢分叉的，特别的好用。不可能，我用的都是进口的护发素，特别好用，怎么可能分叉呢？再说了，你公司能什么牌子？我可不敢乱用。你有啥不敢用的呀？我们公司的护发素全都给大明星用的。哪个明星用啊？你看啊，葛优、徐峥、陈涵柏，他们都有头发吗？你管人有没有头发呢？人家起码不分叉。哎哎哎，那个推销，对对对对，推销，这个你这个，哎呀，我发现你最近这个肤色有些暗淡，但是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们公司最新研制了一款美白霜，是专门针对你肤色暗淡的这个问题。哎妈，我可不敢用，那往脸上用的东西我可不敢乱用。你有啥不敢用的？我们的美白霜全给大明星用的。用哪个明星用啊？你看啊，宋小宝、泰森、科比和布莱恩特。完了也没白哪儿去。那他们要不用我们的美白霜，现在你都看不见他们。
不是我的，哎，滚滚滚！不是，我还没介绍完，你这个牙缝有点大。哎呀，你别少吃，你等会儿，你观察那么仔细呢，还观察人牙，你不看人嗓子眼儿啊？完了，推销这个，求你了！哎呦，这小姐，刚才那些产品你要是都不喜欢，这个宝贝你肯定喜欢，因为这个产品啊，是我们专门为你们这些大龄单身男女青年设计的一款求爱产品，它的名字就叫谁是你的命，知道了，谁是你的命根子。对，去你编的是吧？什么注定命中注定？这谁是你的命中注定？哎呀，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方法，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你拿着它呀，对着一个人摁一下，然后如果这个人呢对你翩翩起舞的话呢，就说明啊，他就是你的命中注定，他就喜欢你。是吗？对啊。看看，这东西有那么神奇吗？当然有了。小米粒啊，咱别管它神不神奇，你试试看好不好使。试试。哎，要不这么的。我呢，就是委屈一下子，对我试试，你看，对我试试，啊，你试试，对我试试，来，试试，试试。哎，干啥呢？干啥？你咋还跳上了呢？我跳是对我跳。行了，这玩意儿不好玩啊！行了，赶紧走吧，佩子。要他不要，那告辞。哎，你不站着。那个他不稀罕，我觉得这玩意儿挺好玩的，我买了。你买了啊？多少钱？这东西你卖的，你问我多少钱？那你估个价吧。我上月欠你多少钱？你不管。这个定价是600。遇上你是我的坎儿，麻的啊，2000。小米粒，这东西我给买了，那个要不你对着我摁一下试试？我要这破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摁不了吃亏，你摁不了上当。你摁一下子，摁一下有劲。我不摁，摁一下他干嘛呀？你摁一下，我摁啊，小米粒，不是，拿走，摁一下，行吗？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。闭嘴！一看就是他找来的托。哎，你说说，我都不愿意说你俩，多大个人了，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啊？啊，你看看你，站起来比谁都高，一点正事没有。你再看看你，站起来比谁都矮，没有一点正事。幼稚。小米粒，我。笨笨，你来了。那个，邻居说你家太吵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这人谁啊？我情敌。这位是？他是。真挺帅。女朋友真会说话。不是他。我叫真挺帅。我表哥。哎，那个，你看看笨笨，这东西可好玩了。据说他摁一下就能测试出来你的命中注定。哎，来，你这样，你按一下。如果谁对你翩翩起舞，那个人就是你的命中注定。来，按一下。小米粒啊，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使，他俩不可能是我的命中注定。那个，你拿着吧，你仨玩的还挺天真。不，笨笨，你没看我跳的吗？我是你的命中注定。笨笨，等等我。
表哥，你行，瞅啥呀？呀，瞅你咋的？是搅和来了不？这事儿能怨我吗？不怨你怨谁？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啊？还命中注定，幼不幼稚？行，我幼稚，我幼稚，我幼稚，行不行？你是我的命中注定爹。